护照、地图还有照相机，少不得故事书和巧克力。怕气候不同，晚上会冷，多带三两件毛衣。一切好好准备，快要离开，仿佛一去就不会再回来。留在葡萄园好吗？看你还是想住在加勒比海。你好，我是来自游子山的王佳一，我很喜欢旅行，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本由孤独星球出版的《世界旅行日历》，它会告诉你在365天当中的每一天，我们最适合去哪里。今天是11月28日，他说我们应该去刚才歌里所唱的加勒比海，那里阳光明媚，天气晴朗，我们可以肩并肩地行走在沙滩上，大声地对着海面说出自己的愿望，海风会把我们的愿望一起带到天上去。所以请你跟我分享你的愿望吧。